那里面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那个哈。大只小猫咪，你昨天有没有来看它灌通？有啊，它叫做彼得修斯角龙。手机好有炸鱼，那我们要去看哪个啊？小手机在这个吗？啊，在章鱼在哪里？有没有看到前面那是什么？小丑鱼了，对不对？让他吃南瓜来，你看哦，他从那边一直灌通，知道？这里也是这边吗？他从这一直灌通进来，他那里一直灌通给那只恐龙，知不知道？对啊。嗯？对对嘞，哇！酷啊、哦！等一下，走。啊？对啊，再去拍那只雷克斯龙。太大只了。然后呢，感觉变大，牙齿都尖尖的，对啊，这样就好玩。喜欢我的片子，就帮我按个赞。